他能不能把价格给到200万？你们都说我贪，我发现你比我更贪，你就别做你那200万的大头梦了，就80万，多一分人都不要。振清啊，这是你和振山做的第一笔买卖。做生意啊，重要的是谨慎，不要指着一笔买卖就赚大钱。水满则溢这个道理你知道吧？就是啊，你狮子大开口，人家不给钱，你不是恐练嫂子吗？再说了，人家对行情都很清楚。那刘姓商行，他为啥能卖出比黑市还高6-7倍的价钱啊？做生意关键是机遇和运气。龙兴商行那是赶上了。振清啊，能赚几十万我就已经很满足了，你呀、知足吧。这是人可靠吗？靠得住，是一个正经的商人，听口音啊还是咱们陕北人。陕北人？陕北哪里人？哎呀，我光顾谈价钱了，忘了问了。哎，你没问他把货卖到哪里去啊？现在只是一个意向，行有行规，你放心吧。我看这个生意啊，你能赚个几十万就不错了，可以做。做生意我外行，大伯，你们定。振清，振山，明天你们再去和客商见见面，好好谈谈。如果日后不给我们添乱，就成交。好。基本查清楚了，杀害四爷和工友的正是那货鬼子干的。好打吗？金宝，二爷您看，这两排房子是鬼子的住所，这个是发电厂房，这个大门处有两个鬼子把守，这个瞭望塔上有一个鬼子配备重机枪，天黑以后负责探照灯的巡视。堆放物品的场地上有几个鬼子的流动哨，这几个房子就不太清楚了，因为很少有鬼子进出。整个山洼呀，只有这一条通道，白天会有卡车经常从这儿出入，装卸货物。铁丝网上有挂雷，鬼子是6人一组，每隔20分钟，沿着铁丝网巡逻一圈。我们看到的鬼子人数大概是52人，张工还看到了青木那个狗日的。看来白天是没法打了，只有晚上偷袭了。只能这样，三爷也是这么想的。那鬼子沿铁丝网走一圈的话，大约需要多长时间呢？张工算了算，30分钟左右。这么说，第一组鬼子还没回去呢，第二组就出来了，是吧？对，第二组鬼子走到这儿，第一组鬼子就回屋了。三爷，你看怎么打？先在这个位置消灭掉6人一组的巡逻哨，然后在15分钟之内把货场上和瞭望塔上的哨兵再杀掉。趁第二组哨兵巡逻之前动手，把他们堵在这个屋子里，一举歼灭。你看怎么样？行，听你的。好，不过一定要有十足的把握才行，应该抓一个活的，要搞清楚鬼子里面的情况才行。二爷说的没错，明天就干。可问题是，我这次回来只带了16人，光杀岗哨的人就得需要10个人，人手不够。
没事儿，人手不够，再想办法。这次一定要把那帮畜生干掉。二爷，您放心，只要兄弟能进去，一个不留的，通通杀光。教导员，你看，乔队长说这处鬼子仓库，就是咱们要找的秘密弹药库。太好了，终于找到了。乔队长说，鬼子的弹药库戒备非常的森严，兵力在60人左右，而且有重武器。咱们要是强攻的话，游击队的人手不够，火力也压不住鬼子。你看，鬼子的增援兵力大概1个小时之内就可以到达。我看最好的办法就是袭击了。嗯，我们回来了。哎，哎，月兰呢？月兰还没有回来吗？没有啊。出什么事了？回来的路上我们遇到特务盯梢，然后我俩分开走了。啊，我回来了。姐，哎，张明姐，你也回来了。哎，月兰。哎，我前脚刚进门，你后脚就到了。月兰，去哪转去了？我没转，我绕了5条街，才把那些特务甩掉。见着叶青了吗？没见着。叶家好像出什么事儿了，院子里很多人。云霞说二爷不在。月兰，我发现叶青对你很不错，他看你的眼神很慈祥。姐。我才跟那个土匪没有关系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他对你很不一般。你看我们俩在一起，他又让你吃又让你喝，还亲自给你剥橘子，就当我完全不存在一样。看来二爷对你真不错，你还一口一个土匪土匪的。月兰，你就知足吧啊！连咱们教导员呀都享受不了你的待遇。就是。哎，三爷啥时候安排打鬼子呀？我还能赶上吗？能，买卖今天不就了了吗？他们要不来了呢？嗯，二爷叫你沉住气，他们肯定会来。我是怕把价钱压得太低，他们不卖了。你就信二爷的，人家念过羊学堂，脑子好使。天宝，杜仲哥他们来了，已经到大堂了。我就在走廊里啊。嗯嗯。哎，对了，这是三爷让我给你的，说抽这个才像有钱人。啊，嗯，怎么样？嗯。哎呀。杜老板，来，振清，这是杜老板。怎么，不认识了？哎，你们认识啊？我们好多年前就认识，对吧？何振清。是，我们在绥德就认识。我呢也做买卖了，不杀人了。杜老板，这房间不错啊，参观参观。随便看。
你们商量的怎么样了？商量过了，具体的你和振清再好好说说。还得在这等着，要不你先回去。行，那一会儿可别紧张，哎，啊。行，那我先回去。杜老板。你来太原几天了？算上今天，第三天吧。你不再光着脚板赶着牲口瞎球转了？人嘛，二十年河东，二十年河西。是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。不对，是二十年。你看你，不到三十岁就变成个穷光蛋了。行了，我没工夫跟你闲扯淡，说正事儿。哎，焦队长，蔡奇。二姑没在啊？二姑出去买菜了。月兰去叶青那儿了？去了。叶青抢走了杜仲，月兰一直对他怀恨在心呢。哟，那月兰一个人去不会出什么事儿吧？月兰又不是孩子了，没事的。教导员，你在前线的时候有没有听说过义勇队？那支队伍作战凶猛，装备精良。扒铁路、炸仓库、打运输车，袭击鬼子据点。但是有不良习气，军纪不正，还枪毙俘虏。乔队长说，义勇队是叶青的队伍，目前已经扩编到了300多人了。怪不得那支队伍像一群没有被驯服的野马呢。乔队长在叶青那买过枪支弹药，是通过杜仲引荐的。谁引荐的？杜仲。而且那批枪支弹药，杜仲是分文都没收。这么说，月兰朝思暮想的杜仲，在叶青那儿？看来上次去办事处找月兰，自称是月兰汉子的人，就是杜仲。没准月兰今天就能见到杜仲了。二爷窝里呀，现在有咱自家的人了，我看这希望是越来越大了。月兰呀，很快就能见到心上人了。这就叫车到山前必有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周老板，你给的价钱能不能再涨点？不能。你给的价钱有点低啊。恐怕我们不能卖。能卖你就卖，不能卖你就走，别在这瞎耽误功夫，我还有事儿呢。这生意不成是常事儿，咱们就这么着吧。杜老板，再耽误一会儿，来坐坐坐坐。你的药去向是在哪儿啊？何振清，你他娘的哪儿那么多废话呀？我还没问你，你的药是从哪儿来的呢？杜老板，嗯，你快点啊，人家都等急了。你没看我这有客人吗？哎呀，什么客人不客人的？吉田大佐说了，嗯，你要的东西啊，他都给你。真的？对啊，走吧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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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你先到屋里等我一会儿，我把客人打发走啊，咱们就过去，好不好？那你快点啊。嗯。
乖。杜老板，那就按你的价钱吧。货放在哪里？今天晚上六点来接我，验货付钱，货我自己装车运走。好，杜老板，那咱们就成交了。那就成交了。谢谢杜老板。哎呦，你客气什么呀？你卖我买，公平交易。我还有事儿呢，二位就哦，不打搅了。振清，坐。别忘了今天晚上六点。您放心吧。啊，好。哎呀，杜忠哥，我演的怎么样啊？你演的好，比我演的好。你演的也不错。哎，那个，就是刚才打屁股的事儿，就别告诉天宝和月兰了啊，都是为了抗日，啊。月兰，喜欢吃什么自己拿，别客气。叶掌柜，别叫我叶掌柜，叫我叶青。好。叶青，帮帮我们的忙吧，我们真的很急需要这个药品。买卖药品不是买卖冰糖，你明白吗？你知不知道现在战场上受伤的战士是怎么忍受痛苦的？同情心解决不了问题。那像你这样的，我这样的，我只不过是一个商人，打仗的事儿与我无关。抗战是全国人民的事儿。大话我听多了，你记住了，我不会跟你做生意的，你也休想在我这儿拿走一粒药。没事儿，把院门关上，有人问起的话，就说不知道哪里打枪。哎，哎呀，别生气了，赶紧吃饭吧。啊，妈，这臭赶巧，看在我面前耀武扬威的。哎呀，振清，钱都挣到手了，过去的事儿忘了吧。啊。你没看他在我面前摆多大谱了？我咽下这口气，我。你们两个都不知道，那兔崽子差点没打死我。永春，明天你找几个人，把那兔崽子给我干掉。知道吉田大佐是什么人吗？啥人？太原警备司令。妈的！我总有出人头地的一天，我非弄死杜仲不可。哎，对，弄死他！不过现在赶紧吃饭啊！快，赶紧！振廷哥，吃饭吧。来了。
怎么了？跟霜打的似的。姐，我把他打了。什么？你开枪了？对，把枪交给我，交出来。你伤到什么地方了？打到胳膊上了。伤得重吗？不知道。你怎么能开枪呢？你姐，我不知道我当时怎么了，我不知道那一枪我是怎么打出去的。我们党的抗日政策是什么？发展进步势力，争取中间势力，孤立顽固势力。你什么都知道，什么都明白，看你怎么能对叶青这样的人，我们要实行有利有节有理的策略，你怎么能对他开枪呢？你走，跟我走。去哪儿？去给叶青赔礼道歉去。我不去。走。我不去。你不去关你禁闭。蔡琴，教导员，把月亮关进七号，禁闭3天。姐，啊什么呀？这是命令。是。月兰，你这次严重的违反了纪律，在禁闭期间，你要好好的反省，好好的写检查，知道吗？还不快去！进步不小了。来，行了，我自己来吧。你胳膊好点没有？没事了。月兰对你的成见还挺大，不能怪她，是我的话激怒了她。有时间啊，我去找趟月兰，跟她好好谈谈。不用了，狡兔三窟，你找不到他们的。那你跟月兰，你就不用操心了。共产党人的做事风格，我特别的清楚，他们一定还会再来的。看你一点都不生气啊。不生。这也就是月兰枪法不好，这回啊算是你命大。是他舍不得打死我。说你都是个老练的地下工作者了，怎么能做出这种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事情呢？少说我了，你也好不到哪儿去。我这不是跟你开玩笑呢吗？月兰，教导员有没有告诉你一件喜事？他啥都没说啊。那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听了呀，我保准你都乐得合不上嘴。说吧，什么好消息？我知道杜仲在哪儿。什么？你知道杜仲在哪儿？真的？你激动什么呀？蔡西哥，你告诉我杜仲哥在哪儿？杜仲现在就在太原。他在太原。杜仲哥在太原。你在这儿好好写检查，写完以后出去就能见到他了。他跟谁在一起？他跟二爷在一起啊。什么？
二爷在一起？你瞪我干嘛呀？他是跟二爷在一起啊。他怎么能跟二爷在一起？他竟然敢跟二爷在一起！他是不是以为，我咽气了？你说你怎么是一个变脸机呢你？他怎么竟敢跟二爷在一起？这个王八蛋，我绝对饶不了他！他竟然敢跟二爷在一起！姑奶奶，这个王八蛋！姑奶奶，你别生气，我走啊！别生气，啊！我走。哦，海天，嗯，月兰这三天吃喝就由你负责。是，蔡七哥，把他给我看好了。除了上厕所，就别让他出这个门。是，他心眼多，你可别被他给骗了啊！你放心，他除了上厕所，说啥也不让他出来。行，嗯，来。哦，出了问题我饶不了你啊！哦，是。月兰这孩子从小就死犟，在这上学的时候啊，没少跟男孩子干仗。他打就这么一个孩子，也舍不得打骂，生就把他惯成了这个样子。月兰犯了严重的错误，还不赔礼道歉，等过两天他知道错了，我就带他回来。哎，月兰不懂事儿，是得批评管教。何莲呐，姑问你，月兰拉上后生没有？他没跟您说吗？我问他，他没说呀。月兰，他早就有心上人了。不过自从月兰出事以后，他们俩至今都没有见面。那后生在哪儿呢？他在太原呀。能带我看看吗？那后生啊，你一定见过。我见过，是谁啊？你还记得月兰离开太原的时候，是谁把她带走的吗？是黄掌柜和一个年轻的娃。对，就是那个年轻的娃。哦，想起来了，想起来了。好，好，那个后生好啊。月兰爱上的就是那个后生。哎呦，哎，喝水，喝水。Thank you.
你咋还没睡呀？我想玉兰睡不着。你真是个痴情汉。这么晚了，你干嘛不睡啊？我在想，三爷也不知道得手了没有。现在鬼子戒备这么森严，我特别的担心。嗨，三爷和天宝他们都是身经百战的人，你放心吧，不会有事的。嗯，行了，早点睡。危险了吧？你头盔见识点，轻点。快点啊！跟我上啊！你自己去吧，我怕狗。你。这叫河川储备库，他叫水野应兰，是个大卫，主要负责物资调配。问问他，里边有多少人把守，都是些啥货，头是谁？そこの守備は何人だ？その中には何人だ？責任者は誰だ？76人、中には全部弾薬で、責任者は青木大佐。鬼子有76人。存放的都是弹药，他们的长官是青木大佐。天宝，把兔子给我。好。大爷，你让他在这个兔子上标明，哪里有暗堡，哪里有岗哨，哪里有暗哨，移动哨的活动范围，共有多少哨兵。
换岗时间，这个发电机的具体位置，鬼子都住在那几个房间里，还有最重要的青木住在那个房间。是。ここに剥離かけ。三爷，他已经标好了。鬼子没有发现，咋样？问完了吗？没啥可问的。俺は妻と二人の子供がいる。私を殺さないで。他说他有老婆和俩娃，让咱们不要杀他。土豆，哎，交给你了。好，土豆，哎，冷静，冷静，哎，让他跟我来。这是常事，上次战场就好了。走，调马金生去长治，什么时候走？这个由你来决定。潘莲那边有消息吗？害黄庆华的人一直没找到，看来是失踪了。那跟踪月兰那两个人呢？这两个人的身份已经查清，是马彪的密探。月兰同志能够冷静地面对敌人，并能安全脱身，不简单呐。康大姐，你就别再表扬他了。怎么了？他快把我气死了。哦，昨天啊，他差点一枪杀了叶青，我关他禁闭了。他怎么会这么冲动啊？说来话长啊。院长，有个姓白的人要见您。好，我去就来。哎，好。哎，张斌，麻烦你去一趟京东商贸，告诉马金生，组织上派他去长治，让他做好准备。好，我这就去。叶青，哎，月兰来了吗？没呢。你去哪儿了？江湖水那儿。怎么样？他从石家庄搞到那30件药，明天到货。哎，那是要设法考上通行证了。是啊。从现在开始，没有什么大事你就不要出去了。嗯。被何家人看到你就不得了了。我晓得，走吧。